你看我大脸，我们特警执行任务都要戴面罩。我梦见年前的那个特警跟行客里长得一模一样。你说你这么多年不谈恋爱，不是真的就为了那个特警哥哥吧？帮我把这份礼物转交给当年想一世全世界的小女孩，被她守护的感觉者。 手不是受伤了吗？我就想装个可怜，能够吃这一套吧。你什么时候喜欢我？第一次见面吧。